别个咧乡亲提醒，就是讲，那饮酒千万唔通塞车甲骑车。伫台北市，台北市有一个二十岁姓平查甫人，饮酒了佫塞车，经过中正北路的时，拄到警方临检，伊唔呐继续临检，佫塞车想要逃走。这个过程中，佫将这个临检的女警的手镜头呐，共夹着伤。因过伊走差不多两公里后，伊往路警方抓落来。警方来讲，伊的酒测值有偌悬呢？0.46毫克，更加伫个车顶呢，抄着两支空气枪甲铁柱啊。经过做过笔录了呢，将伊照公用危险罪到妨害公务依上侦办。民警大声喊白驾驶路车，刷来规气伫街路甲人掠落，又去边仔问。这位查甫唔啊，饮酒开车，佮伤害民警，甲时间倒转去几分钟。女警感觉真奇怪，去甲问，不过刷落来。这位查甫雄雄甲门关起来，大油门随走去，嘛不管女警的手就伫车门，安尼动作嘛造成女警受伤。这位驾驶一路对重庆北路和民生路口驶，拄到警方就直直冲，最后伫番禺北路二段和民族西路口，互车顶困掉嘞。警方一查，才发现嫌犯的酒测值有0.46毫克，而且伫车顶找到两支空气枪等等，最后是以公共危险和妨害公务罪依上法办。